أعوذ بالله من الشيطان الرجيم.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الرحمن علم القرآن خلق الإنسان علمه البيان. الشمس والقمر بحسبان والنجم والشجر يسجدان والسماء رفعها ووضع الميزان ألا تطغوا
也同样有人说这样的话，也同样有人这样认为，就非穆斯林或者凯夫勒他们比穆斯林更优秀。那么这种信仰是一种库弗勒的思想，也就是你已经把库弗勒凌驾于伊曼之上了。当你认为某个地区的凯夫勒，当你认为某些凯夫勒他们比穆斯林还要优秀时，那么你是否就同时意味着一个否认安拉存在的人还比一个承认安拉存在的人 更优秀呢？也就穆斯林不管他怎么落后，他始终有着任何人都没有的，他承认安拉苏巴哈努的存在，他崇拜安拉苏巴哈努的，就这一点他都优秀过所有不信道的人。那么然而人们看到不信道的或者凯夫勒稍微有一些社会成就之后，人们为了就是说表明自己的进步，或者说明自己与一般的穆斯林不一样，或者表明自己的优秀，那么往往用排斥或者用贬低自己的本民族的穆斯林，用以来说明自己已经跟他们不一样了。就是说人们往往贬低本民族的穆斯林是什么目的？要用于说明他越是贬低穆斯林本身群体，他越是要说明我跟你们不一样，他越是表扬一个凯夫勒的群体。那么怎么说，怎么来理解呢？也就任何一个穆斯林只要他有信仰，不论他在今世生活中多软弱多薄弱，他都比凯夫勒强，也就他都比没有信仰没有信仰的人在安拉苏巴哈 那里一文不值。所以这说安拉的使者苏拉他们曾经说，如果今世在安拉苏巴哈在那里有一个蚊子的翅膀的重量，那安拉不会让凯夫勒喝水，就让他们一口水都喝不到。那么说在穆斯林的信仰当中，你首先要信仰的是任何时候信仰永远高贵过库弗勒，就伊曼你永远比库弗勒高贵，有信仰的人永远比没有信仰的人优秀，这是原则。不管他再怎么落后，只要他有信仰，他都比没有信仰的人优秀。然而，往往现在很多穆斯林所谓的进步的优秀的穆斯林，那么很多所谓的知识分子、离休干部或者等等等等，那么受了一些文化教育之后，就认为穆斯林是落后的。那么，其实穆斯林真的落后吗？是你没有能耐学会伊斯兰的进步。如果你要是真正的掌握了伊斯兰的进步，你的那新点文化算什么？就你掌握的所谓的文化能跟伊斯兰的文化相抗衡吗？现在领导世界的文化是什么？就主导着整个世界的文化是什么？如果从宗教来论的话，现在能够在整个世界形成主流文化的主要还是来自于两三个宗教的信仰。首先就是如果论人数而言，那么基督教信仰基督教文化，然后就是穆斯林文化，然后是犹太人文化，或者少量的在中国华人范围内还有一些，或者亚洲还有一些佛教文化。也就真正主导世界的并不是现代所谓的科技文明，而是各个宗教的思想和文化在引导着领导着整个世界，不是现代的思想和现代的社会文明在领导着世界，而是宗教思想。那么在宗教思想当中，版幅最大版图最大的也同样涉及面最广，世界上有将近50多个国家同时共操一门语言的国家，只有伊斯兰国家可以做得到。那么就既然这样的话，你所谓的知识分子或者文化人或者离休干部等等等等，那么接受了一新点中国的文化教育之后，就认为伊斯兰是落后的。其实你懂多少伊斯兰呢？也就是说，难道伊斯兰可以指导现在的世界10亿人口？难道指导不了你吗？难道他可以让世界上几十个国家安定稳定的发展？难道不能指导你的人生？难道不能让你不能告诉你人生应该怎么走？不能教给你经济？不能教给你生活？不能建设你的家庭？所以说往往就是很多穆斯林不知道，是他自己不懂伊斯兰，也就伊斯兰在他心目中软弱，变得懦弱不堪，变得软弱不堪，他反而认为伊斯兰本身软弱不堪。那么所以说很多穆斯林都现在也同样有这样的人，那么慢慢的有了一些成就之后，就认为伊斯兰是落后的。那么我们说伊斯兰在有的方面或许因为时代的考验，或许安拉苏巴哈努瓦塔拉的考验，或许时代的原因，穆斯林在有的方面是在忍受着考验安拉苏巴哈努的考验，但是从整体上来讲，伊玛尼永远高贵过克夫勒，有信仰的人永远比没有信仰的人高贵。就光说是在后世有信仰的人终归会得到脱离，不管他犯什么罪，而没有信仰的人永远受卑贱的刑罚，就这一点他就高过他无数倍。那么所以往往穆斯林同样在今天也有人模仿凯夫勒这样的话，就基督犹太的话，认为伊斯兰是落后的，因为伊斯兰的话由于伊斯兰的原因，所以大家怎么怎么样，正是因为有信仰所以怎么怎么样，你看我们要向哪个地方学习，我们要向某个国家学习，我们要如何如何，那么不要再固守着伊斯兰的教导，不要再固守着所谓的信仰，不要再固守着古兰经圣训，要怎样怎样，要如何如何，
那么往往用这样的理由来找借口说明，或者找借口要向人们证明伊斯兰是落后的，或者要向人们证明凯尔特人比穆斯林更优秀。那么所以说这种话同样在今天，所以说作者用这段古兰经证明的就是，正如基督犹太他们曾经这样做，那么穆斯林也同样会模仿他们说做同样的事情，说同样的话，就许许多多的穆斯林都是这样。那么阿拉苏巴哈呢，他还接着说，你说我告诉你们，在安拉那里受所受的报酬有比这更恶劣的好吗？这等人曾受安拉的弃绝和且怒，他使他们一部分变成猴子和侏儒，一部分崇拜恶魔，这等人他们的地位是更恶劣的，他们离开正道是更远的。那么两节古兰经都是在讲述，包括这节古兰经都是在讲述曾经的犹太人和基督徒，他们得到了启示之后仍然背离了阿拉苏巴哈努的正道，仍然崇拜了恶魔。那么这里说他们曾经受到安拉的弃绝和怯怒，他们一部分人变成猴子和猪。那么这指的变成猴子的指的是犹太人，阿拉苏巴哈努的曾经考验他们，禁止他们在星期六的在海中捕鱼，然而每天，那么这个禁令到来之后，每天他们出去捕鱼的时候，海边他们捕鱼区内鱼都很少，然而每当星期六到来的时候，那么海边的鱼就很多，他们捕鱼区的鱼就非常多。然后慢慢他们鱼无法忍受阿拉苏巴哈努的考验之后，他们就在星期五将网织到放到鱼这些捕鱼区内，然后等着鱼进来。到了星期六鱼开始来了，就是鱼开始到靠岸了，开始到他们的捕鱼区，那么慢慢的都钻到网里面，然后他们不收网，一直到星期六过去之后，安息日过去，到了星期天他们再把网收起来，然后他们自己说阿拉禁止我们在星期六捕鱼，我们没有捕，我们是在星期天捕鱼，也就是他将网星期五放下去，然后星期天去收网。那么这个时候看似他们也遵循了阿拉苏巴哈努的命令，表面上看着好像符合阿拉的教导，阿拉不让星期六捕鱼，我们就不星期六捕鱼，我们就星期天不去捕鱼，表面上看着好像遵循了阿拉苏巴哈努的教导，那么由于他们用这种偷梁换柱似是而非的这种方式遵循阿拉苏巴哈努的教门，那么阿拉因此把他们变成卑贱的猴子，看上去也长得很像人，也就为什么让他变成猴子呢？就看上去猴子跟人长得一样，然而他跟人是一样吗？也就你犹太人用这样的方式对阿拉苏巴哈努的命令表面的敷衍，阿拉苏巴哈努就将你变成猴子，让你看上去也跟人长得一样，你也会站着走路，你也 有手有脚，你也有脸有耳朵，但是跟人完全不同。那么说正因为他们用这种欺瞒的方式，偷梁换柱的方式遵循教门，所以阿拉苏巴哈努瓦特拉也同样以相同的惩罚环抱他们。而当时变成猪则指的是基督徒，那么当时他们曾经要求艾萨说，你要求你的养主从天上给我们降下一座宴席，假若他能降下，我们吃了之后我们就相信你。那么就说艾萨阿林斯拉姆说，假若我向安拉祈求，说安拉苏巴哈努，如果我降下了宴席，而你们在信仰之后或者吃完宴席之后你们仍然叛道，那我必定用恶劣的用卑贱的刑法来惩罚你们，就从未惩罚过任何的人的刑法来惩罚你们。那么然后当他们阿拉苏巴哈努降下宴席，他们吃完之后，他们又否认了阿拉苏巴哈努，又否认了使者。那么这个时候阿拉苏巴哈努让他们变成贪吃的猪，就是为什么变成猪呢？就是因为正是因为你们用这种手段去骗取阿拉苏巴哈努在乐园当中的饮食降到了大地上，那么既然你们这事后不信仰阿拉苏巴哈努，就让你们变成猪，一生都以吃为目的，就不分好坏，不分干净与肮脏，只知道是只知道只要是吃，只要能吃到就吃。那么说这正是符合他们的罪行，所以说正如他们曾经这样做，那么一部分人崇拜了恶魔，就尽管他们有经典，然而仍然崇拜了这等人，他们的地位是更恶劣的，他们离开正道是更远的。那么两节古兰经所讲述的都是有经典的人，尽管他们得到了启示，然而他们仍然崇拜了恶魔。那么同时这两节古兰经就说明穆斯林不要以为自己的这个民族是得到了安拉苏巴哈努最高贵的经典，最高贵的使者派起来给我们，所以我们这个民族就不会迷雾，没有人会犯失的，所以只要一个人称为他是穆斯林的话，他就是得正道的，他就是今后两世都成功的，不要有这样错误的想象。所以这种古兰经说 لَيْسَ بِأَمَانِيِّكُمْ وَلَا أَمَانِي أَهْلِ الْكِتَابِ 说安拉苏巴哈努他的乐园不是靠你们的想象和有经典人的妄想可以得到的，就不是你想妄想着是这样他就是这样的。那么所以说在这里的话，那么两节古兰经讲述的是这样，
那么所以他要所要反射出的影射出的就是曾经的基督徒和犹太人他们这样做了，那么穆斯林也同样会重蹈他们的覆辙。这也就是有经典不能并不能保护，也就是有经典的存在并不一定能保护所有的穆斯林都能够得正道，有使者算到那种教导的存在也不一定能保护所有的穆斯林都能得正道，其中还是有很多人要迷雾，很多人要崇拜多神崇拜。那么说这里所指的说，那么两节古兰经所指的信仰吉卜提、信仰偶像和恶魔，他所指的是什么呢？到底也就一个穆斯林模仿这些基督犹太信仰偶像和恶魔指的是什么？是指心里面跟着他们一起信仰，还是表面上附和这些人的行为但是心里面憎恨着他？他到底指的是什么？也就是说穆斯林仿效他们是指一个人心里面跟他们有同样的信仰相信这些偶像，还是一个人虽然心里面憎恶这些多神崇拜然而他表面上附和他们跟他们走同样的路，也说表面上附和这些人，那么到底指的是什么呢？那么有两种，假如说一种，如果一个人心里面相信这些偶像崇拜或者错误的除阿拉斯巴哈诺之外所有崇拜受到崇拜的东西，如果一个人心里面认为他是对的，他是优秀的，或者他是可以受到崇拜的，他是有效的灵验的，那么这种时候他就是绝对的库弗尔和施特克，也就你只要心里面这样信仰他，不需要你要去跟着去崇拜他，那么这种时候就是库弗尔。然而第二种人就是他表面上附和着这些人，也就比如说对方有人他的身边有人在犯库弗尔或者是或者他在做着什么多神崇拜的事情，他表面上附和着他，因为他的地位或者因为要考虑他的前途等等等等，那么他表面上附和着这样的人，其实他心里面也憎恨这件事情，他也知道是错的，但他不得不这样做，比如他出于自己的利益或者等等的原因，他表面上附和着他而心里面憎恨他，也知道这是错误的，那么这种人他到底算不算库弗尔呢？也就这种人的话，即使就是谁很明白说，那么这种假如说他附和他的原因是因为他认为他是对的，那么这种绝对的库弗尔，假如他知道他是错的而他表面上附和他，那么这种人的话则区分对待，你说这种人他即使达不到库弗尔，但他离库弗尔也已经不远了，也就你表面上敷衍着他附和着他，哪怕你心里面再怎么憎恨他，或者你知道他是虚假的，他是错误的，但只要你表面上跟他同流合污，那么即使你现在不是库弗尔，但你离库弗尔只有咫尺之遥，也就是说不小心你就成为陷入了库弗尔，那么就即使他不是库弗尔，那么也是极度危险的，也就离库弗尔已经非常非常接近了。那么所以说这两节古兰经说的都是犹太人和基督徒，那么穆斯林仿效犹太人和基督徒就有两种，一种是他行为上没有照着做，可是他心里面认可他们的行为，认可这些多神崇拜，认可这些偶像崇拜，认可各种各样的异端邪说， 认可各种各样的违反伊斯兰原则的这些思想，那么这种是一种，那么这种人是绝对的库弗尔，哪怕你自称你是穆斯林他也是库弗尔。第二种人则是他心里面不承认他，可是他在行为上附和他，有他行为上跟着去敷衍他，跟着他一起做，跟着他一起相信表面上，那么这种人的话即使他不是库弗尔，但是他离库弗尔已经只有咫尺之遥，就再走一步他就进入了库弗尔。那么所以这里两节古兰经指的都是这种，那么穆斯林会仿效前面的多神崇拜者，那么两者都会有，所以你会看到穆斯林当中有人表面上礼拜，表面上有信仰，表面上他称自己是穆斯林，然而他的根本的信仰当中他始终认为伊斯兰的信仰是落后的，是不值得去信仰的，可由于家族身份社会地位等等的面子，碍于面子，所以他不得不来附和穆斯林，也是他的心里面的信仰是他不愿意接受他，他其实骨子里面他就是信仰的库弗尔，可是他不得不来附和他，因为他要考虑到他的家族，他的家庭社会被关系等等，所以他来附和穆斯林。而另外一种那么则是他心里面相信的是伊斯兰，然后他表面上去附和的跟随的就是喀什，那么这种的话两者都非常非常的危险，也就即使第二者你不是库弗尔，那么离库弗尔已经非常非常的近。那么紧接着作者引用了第三节古兰经说，安拉斯巴哈诺他说，他主是他们中主持事务的人说，那么指的是这里讲述了一个故事，说他们中主持事务的人说，我们必定在他们的四周
借住一所清真寺，就借住一所礼拜寺。那么这节古兰经指的是在安拉苏巴哈努特讲到在盖夫章当中，在山洞章里面讲到的，曾经有一个年轻人，然后也就是说大家传说中的七个人，七个年轻人。那么或者当然古兰经中没有准确的说他们的数字，你说人们猜测说他们是三人，他们是四人，他们是七人，他们是六人等等。就曾经有几个年轻人，他们生活在了开出来的地区，但是他们受到阿拉苏巴哈努的慈悯之后，他们有了正确的信仰。然而当时他们地区的人知道他们有限制要迫害他们，那么几个人就结伴而行，就离乡背井，就逃离了他们的家乡之后，那么由于他们逃离家乡之后，阿拉苏巴哈努他为了保护他们，也同时展示他对人类的慈悯，对有信仰的人的慈悯和他的能力，去阿拉苏巴哈努的大能，那么就让这几个人给了他 找到了一个山洞，然后他们就在山洞当中就入睡了，那么就睡了三百年，三百零九年，古兰经中说。然后到三百多年之后，他们醒来之后，那么几个人就商量，就派了两个人出来到城里面去买吃的，然后紧接着就被人们发现踪迹等等等。过了很长时间之后，那么人们就发现这几个人就有这些不一样的、不寻常的人之后，那么到最后事情的结果是什么呢？这几个人就归真了。后来，然后归真之后，那么他们当中的主事者。就人们就发现了这几个人的落脚点之后，知道了这个地方他们是在哪里之后，那么这个时候他们当中的主事者，就掌管事务的人就说，我们必定在他们的四周借住一所清真寺。那么也就从此说明了什么呢？说明这些人由于对亡人的或者对亲廉者过分的尊崇，然后以致在他们的坟墓上建立清真寺用来纪念他们，那么慢慢慢慢的就形成了人物崇拜。那么正如这种行为在前辈的民族当中也会有一样，也有存在一样，那么它在今天的穆斯林民族当中也同样会存在。就人们也同样看到一些清廉虔诚人去世之后，然后在他的坟墓上修建清真寺，在他的坟墓上修建贡板，然后在上面比如说崇拜阿拉苏巴哈，在上面许愿，在上面哭泣，在上面礼拜，宰牲各种各样的功修在上面进行。那么这里说的是，但是这里说阿拉苏巴哈呢说，他们当中主持事务的人，那么这里所说的这句话就道出，他们这样做并不是来自知识或者有证据或者学者的指导，而是他们中有权势的人认为要这样做，也就不是他们的学者指导他们，也不是有知识或者有证据要这样做，而是他们当中主持事务就说了算的人，当权的人，他们要求要在他们的清真寺上建造，他们的坟地上建造一所清真寺，然后慢慢慢慢的就形成了对他们的崇拜。那么所以这节古兰经同样说明，前人当中有人这样做，今天的穆斯林当中也同样要有人这样做。那么如果大家进入我们的麦地亚大学的老师 Sheikh Anis Hafidahullah 在一次呼特拜当中讲过，他说他曾经游历过伊斯兰世界，然后他曾经看到过在埃及有将近七百多个受到人们崇拜的坟墓贡本，在伊拉克有一千多个，在叙利亚有三百多个，然后在印度有三百多个有受到人们崇拜的贡本，那么借助为清真寺或者借助为坟墓的纪念点等等等等，那么然后人们去上面去张扬去崇拜去坐敬，然后各种各样的供修都在上面去进行。那么所以穆斯林当中也同样会有人做这些事情，为什么呢？就为什么会这么做呢？那么紧接着作者再用一道圣训来说明这样做不足为奇，就大家不要觉得说穆斯林怎么会这样做，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安拉的使者算了进去说，艾布萨义的传述说，使者算了那么说，你们将亦步亦趋丝毫不差地紧跟前人的禅道，甚至当他们钻进蜥蜴的穴巢穴，你们也紧跟不舍。圣门弟子问使者算了那么说，他们是犹太徒和基督徒吗？答说，不是他们还能有谁呢？也就是犹太人和基督徒所犯的罪，所有的罪恶穆斯林当中都会有人去效仿，难道不是吗？犹太人他们要剃掉上胡下胡须，留住上胡须，穆斯林当中很多人都保持这样的习惯，也就是你绕嘛，你什么都不留，你只犯了一件罪，你只剃掉了胡须，你如果剃掉了下胡须要留掉上胡须，那么这样的话你非但违反了顺呢，违反了使者算当中的教导，第二你还模仿了，直接从外观上就模仿了犹太人。那么所以也同样基督徒当中，因为他们要纪念他们的艾萨，要纪念他们所谓的耶稣，然后每年也有圣诞节，而穆斯林也要跟着进行一个圣诞节纪念他们的使者，每年在特定的日子跟基督教做一样的行为，
用来纪念他。那么也同样，所以说基督徒当中或者犹太人中所犯的所有的罪，在穆斯林中都有人会走同样的路。所以甚至在其他的圣经当中表达为说，在戴勒米在提勒米的圣经当中这样说起，说假若他们中有人公开接引自己的母亲，那么我的教训中也将会出现类似的出现，就他们曾经做过什么，穆斯林当中就会有人跟着做什么。那么就不管是任何一种罪行都是一样，就他们也必定会重蹈他们的覆辙。那么所以说不论是犹太，那么犹太人曾经用虚假的方式来欺骗安拉苏巴哈诺的教门，星期五撒网，星期天收网，说他们没有在星期六安息日打鱼狩猎。那么同样穆斯林当中也同样有这样的人，说安拉苏巴哈诺禁止他这样做，他说我没有这样做，我换种方式或者变相的去弄他，这样的话就跟我没有关系了，或者等等等等，在他的生活生意买卖当中。那么穆斯林当中也同样如此，就不停地向安拉苏巴哈诺许诺，假如安拉给我什么，我就必定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当安拉给他之后，那么他一反他对安拉苏巴哈诺的许诺。那么也同样像有基督徒一样，就每一种他们所犯的罪恶，穆斯林都会同样照办。也就即使他们钻进过蜥蜴洞里面，穆斯林也同样要跟着钻进去，但只不过不是所有的人。那么这就说明这段这三段话，三段两段古兰经和一段圣经都同时要说明的是，在伊斯兰当中将会出现曾经在基督和犹太民族当中出现过的这些虚拟偶像崇拜。有不奇怪，为什么呢？因为伊斯兰民族当中很多人他们要以追随犹太和基督为自己的目标，就只要能追随他们，他们就效法他们，所以说很多人就会觉得犹太人优秀，犹太人如何如何怎样怎样，然而企图说明穆斯林没有犹太人，或者伊斯兰信仰没有犹太人的信仰高尚，很多穆斯林都会有这样的思想。那么所以说在这几段古兰经中和圣经当中，作者所要说明的就是告诉人们，不要认为人们都自称是穆斯林就不会有人触犯安拉苏巴哈诺的命令，就禁令就不会有人举报安拉苏巴哈诺他的。那么也同样，而且每一个时代都必将有。紧接着作者说，借撒半传述，他是使者桑桑亲手释放的奴隶，曾陪同过使者后定居于叙利亚。然后传述说，安拉的使者桑桑浪桑说，安拉为我缩卷了地球，就大地，于是我借其东方和西方，的确我教的版图将扩展至那最遥远的地方，并在那里得到两个宝藏，即赤色的和白色的。我的教主，我为教主向安拉祈祷，不要让其遭遇毁灭性的荒年，就不让他们在一个荒年当中所有的人都毁灭，说也不要让外敌统治他们以致屠杀他们。我的养主说，穆罕默德啊，我的裁决不容反驳，我答应不让他们全体遭荒灾，也不让外敌入侵而杀戮他们，即使敌人从四面八方围攻他们也罢，直到他们自相残杀，彼此俘虏，穆斯林圣经已收录。那么这段圣经，安拉的使者桑桑首先讲述说，安拉为我卷缩了地球，指的就是安拉苏巴哈诺让使者桑桑将地球缩小之后，让使者可以看得到大地的整个样子。然后于是我看见其东方和西方，就安拉的使者桑桑就看到他的民族的权力版图将延伸到东方和西方。那么到今天也是如此，伊斯兰的版图最强盛的时代就是到了东方和西方，就东方和西方几乎到达了法国边境和印度的边境。那么曾经在伊斯兰历史上曾经记载过，当时在乌马尔拉登拉胡安努时代，那么因为哈里法派出的将军队穆斯林军队曾经到了巴基斯坦边界，第二天就要进入中国境内，当时在那个时代第二天就要进入中国境，第二天军队已经整顿好就要进入当时的中国境内。然后那一天晚上，那么那位穆斯林将军收到了哈里法的通告，命令他立即收兵返回麦地那。那么至此，所以说当时穆斯林的步伐才到了印度边境就停留在了那里，而没有再往前走。那么所以说伊斯兰的整个权力的话将到达东方和西方，的确我教的版图将扩展至那最遥远的地方，并在那里得到两个宝藏，即赤色的和白色的，即波斯和罗马的黄金和白银。因为曾经波斯罗马两个帝国各有一种宝藏，那么有人说波斯人
那么以白银，罗马人以黄金，或者有的人相反，但他们这两种宝藏就是在波斯和罗马储存的最大当时量，就世界上拥有黄金和白银最强大的帝国就是波斯和罗马。所以当在乌马尔时代，那么圣门弟子们攻克了波斯和罗马，甚至将凯撒大帝的皇冠都拿到了麦地那敬献给乌马尔。那么乌马尔曾经头戴上了凯撒大帝的皇冠，然后将他的宝藏全部在麦地那分配给了穆斯林。那么说在那个时代就实现了对波斯和罗马的统一和征服。然后说我为教主向安拉祈祷，不要让其遭遇毁灭性的荒年，就不要让大家整个穆斯林群体整个穆斯林世界都遭遇毁灭性的灾荒，说然后也不要让外敌统治他们，就不要让喀斐尔统治他们以致屠杀他们。我的养主说穆罕默德啊，我的裁决不容反驳。那么指的这是安拉的嘎道，说安拉的裁决不容反驳，指的是两者安拉苏巴哈努嘎道分成两种，一种嘎道文沙拉伊，一种嘎道文口尼，也是一种是教法意义上的裁决，一种是宇宙创造上的裁决。那么教法意义上的裁决它的区别在什么呢？教法意义上的裁决，第一，安拉苏巴哈努只会裁决自己所喜欢的事物，这是第一教法意义上的裁决。第二，信仰意义上的裁决，就是教法意义上。第二，这种裁决的话有可能实现也有可能不实现。那么就是说这样古兰经说我告诉他不可按了他们都应了一样，你的养主已经裁决你们只可按了他们都应了一样，你们只能崇拜他。可是事实上人们是不是只崇拜安拉呢？人们除了崇拜安拉还有很多人崇拜多神偶像。那么就这种搞到就是搞到小了法定性的裁决，它可以有时候会实现有的时候不会实现。但是搞到口令也就宇宙创造的宇宙规律的裁决，则是第一，这种裁决的话有可能是安拉所喜欢的事情，也有可能是安拉不喜欢的事情，比如罪恶，比如说穆斯林遭到屠杀等等，都不是安拉所喜欢的，或者信仰遭到破坏等等，但是安拉也会让它出现。那么这种裁决是无人不可能被，就这种裁决一旦出现就必定会落实，不可能会有人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的了。有这种裁决一旦进行，那么这里所指的裁决就是指安拉苏巴罕对宇宙规律的裁决，没有人能够反驳得了。说 我的裁决不容反驳，我答应不让他们全体遭荒年，就安拉的使者算到他们向安拉苏巴哈诺他祈求了两样东西。第一，不要让穆斯林全体遭受荒年而一举毁灭遭到毁灭。第二，不要让喀斐尔统治他们以致屠杀他们。那么安拉苏巴哈诺说我答应不让他们全体遭荒年，答应了安拉的使者算到他们第一个请求，也不让外敌入侵而杀戮他们。第二个请求也答应了，但是有条件，有第一个请求是无条件答应他，第二个就是也不让外敌入侵统治他们而杀戮他们，即使敌人从四面八方围攻他们也罢，但是是有条件的，直到他们自相残杀彼此俘虏。也就如果只要穆斯林不自相残杀不要彼此俘虏，那么外敌永远侵犯不了他们，一旦他们自相残杀彼此俘虏，安拉苏巴哈就取消对他们的保护，就取消对使者算到他们这个承诺，让敌人来统治他们，那么让敌人来屠杀他们。那么所以说，那么这里的话指的就是指先知算到他们的时代，那么是仍然保持着穆斯林的统一和团结。艾伯克尔、乌马尔和乌斯曼的时代的早期，一直到乌斯曼的被杀之后，那么乌斯曼的被杀是由于当时一个叫阿卜杜拉希姆的塞本阿里也曼的一个也门的拜火教徒犹太人。犹太教徒叫 Abdullah ibn Sabi， 那么由于他鼓动当时一些年轻幼稚冲动的一些穆斯林人，那么鼓动他们诽谤乌斯曼的为哈利法不公，他任人唯亲不公正，贪图享受等等，以此来诽谤。那么很多热血沸腾的这些头脑简单的年轻人就受了蛊惑，之后到最后以致发展到他们在麦地那的大多数穆斯林到了麦加朝觐之后围攻了乌斯曼的住宅，那么以致残杀了乌斯曼。那么自此之后伊斯兰世界就开始有了灾难，就双方就开始不停的仇杀，直到今天也直到世界末日都不会结束。也就这个灾难的门一旦打开之后就永远不会停止，一直到世界末日都不会再停止。那么起因就是因为当时奥斯曼的被这些 Munafik 蛊惑了之后，那么煽动了很多年轻幼稚的冲动的人，到最后由于反对奥斯曼的哈利法位置，一直到最后杀害了乌斯曼的让我安抚。那么所以说这里说直到他们自相残杀彼此俘虏，安拉就解除了对他们的保护。那么所以说自乌斯曼的让我安抚被杀害之后，
那么一直到其后的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时间当中，那么安拉伊斯兰世界都在受到不无休止的受到了其他民族的屠杀和迫害。那么最为严重的就是历史上有个十字军东征，那么这一次的话是历史上最为严重的，对伊斯兰世界的最厉害的，更破坏更严重的，在整个伊斯兰民族历史上，从先知算当中的时代一直到今天，给伊斯兰带来过真正致命的伤害的，那么就是成吉思汗的西征。再没有比蒙古人的西征给伊斯兰带来的危害更严重的。所以说蒙古人西征的时候，人们甚至把他们称作亚洲人，还没住着到来了，就几乎把整个伊斯兰平地、伊斯兰世界、当时的伊斯兰花剌子模国等等这些国家、巴格达、叙利亚等等这些伊斯兰世界、伊斯兰的首都、名府，全部都给销毁摧毁。那么曾经在记载中，曾经在巴格达，他们一天就杀了500多个学者。曾经他们把巴格达的这些学术中心毁灭之后，把他的河堆到，把里面的巴格达储藏的这些伊斯兰历代的名著、书籍、经典，全都扔到了底格里斯河里面。那么在数年之内，人们都可以看到河水当中的这些纸页的漂浮，就很长时间，那些墨水都把河水都给染黑了，整条河的。那么所以再没有比伊斯兰世界受的重创当中，再没有比成吉思汗的心。所以说，曾经著名的历史学家伊布尼阿提尔，在他的历史全集当中曾经说，我曾经有很多年的时间，我在写历史书的时候，有过很多年的时间，我都不愿意提及这些，在我的书中提及这些历史，我一直犹豫不决，是把它写进历史当中，还是不写。因为他一直说，因为我没有办法就是回忆起这件事情，我没有办法承受得了回忆起这些历史，也没有办法把它书写下来。然后他接着说，有谁一个有信仰的人能够面对着或者听闻到这样的历史而忍然平静的对待呢？有一个有信仰的人怎么可能平静的对待得了这样的历史？然后他说，他曾经在他的历史当中说，但愿我的母亲没有生过我，就但愿我没有来到过这个世界上，但愿我没有经历过这些事情，我也不知道这些事情，但愿我忘记了他，或者我被人们遗忘了，我不要再记录下这些历史。那么到最后，他的朋友们一直鼓励他，让他把他记录下来，所以他一直犹豫不决，直到很多年后他才理解到，尽管他这样不愿意提这些历史，但这些历史都无可改变。也就是你不愿意提他，可是穆斯林受到的重创已经没有办法改变。那么说，在伊斯兰历史当中，受到伊斯兰世界从古至今受到的最严重的迫害，就摧毁，不论从精神还是文学知识还是物质上受到的最严重的破坏，那么就是当时鞑靼人，就是蒙古人的西征，几乎让伊斯兰世界彻底的衰落了。那么当时的伊斯兰世界是高度发达的文明世界，它的宗教学、医学、各种各样的学科、天文学，那么数学都是在世界上都是领先的。那么正是因为鞑靼人的入侵之后，几乎完全破坏了他的文化知识。那么所以说，在历史上曾经记载过，蒙古人入侵叙利亚之前、沙姆地区之前，麦加的圣寺曾经烧毁过，就自然起火，然后整个圣寺都几乎被烧毁。那么麦加的圣寺只有过几次少数的几次火灾，都是伊斯兰的大灾到来之前，那么作为警告性的火灾。那么在麦地那有过这样的火灾，而且当时人们说，当时在样布尔一带的火光冲天，那么紧接着第二天就听说鞑靼人开始进攻了沙姆地区。那么所以在伊斯兰历史上，然安拉苏布哈努的大能，在成吉思汗去世之后，他死了之后，然后他的孙子忽必烈继承了他的王位，然后忽必烈的妻子是一个基督教徒，然后又开始弘扬基督教徒，继续迫害穆斯林。然而到了成吉思代的后代当中，人们往往想不到的，就竟然出了一个真正的穆斯林，他的后代中竟然有一个继承他王位的人加入了伊斯兰，然后带领着当时所有的蒙古人、蒙古铁骑一起加入了伊斯兰。加入之后，并且他由于看到自己的祖先对伊斯兰的罪恶，那么他知道要补偿给穆斯林，所以他一生当中建盖了无数的清真寺和学校、图书馆，用来补偿伊斯兰世界。那么在伊斯兰历史上，就是从此穆斯林大批的蒙古人加入伊斯兰。那么正是因为在成吉思汗那个时代，那么这是第二，然后紧接着到了十字军东征，那么十几次的十字军东征不停地给伊斯兰带来了危害。然而最严重的是，他们曾经攻下了巴勒斯坦，
然后占据了巴勒斯坦100多年的时间，那么整个巴勒斯坦都是充满着罪恶。他们故意将酒将猪肉拿到巴勒斯坦圣近寺附近去学挂去学药，以示欺辱穆斯林。一直到艾布安尤布时代，有到艾布安尤布这位将军的时代，穆斯林将军时代，那么才将巴勒斯坦收复，才将它收复作为收归成为穆斯林的领地。那么所以说，在艾布安尤布时代，曾经有过一位穆斯林将军，他一生立志要将巴勒斯坦收复，所以他当时做了一个用命令人们用木头打造了一个呼德拜的楼梯。他每行军打仗，他都将这个楼梯带着。他说：“我一生只有一个梦想，我要将这个呼德拜楼梯放到耶路撒冷的远寺里面，我要在上面演讲。”然后他一生努力之后，然后没有得实现他的愿望，一直在艾布安尤布重新继承了他的事业之后，那么亲自将这个呼德拜楼梯放到了耶路撒冷的圣近远寺当中。那么所以一直直到今天为止，穆斯林世界都没有停止过遭受来自非穆斯林的杀戮和屠杀，直到今天的伊拉克、阿富汗等等等等许许多多穆斯林地方仍然在不停地遭受着人们的这些非喀斐鲁的杀害。那么原因正是因为只要穆斯林一旦自相残杀彼此俘虏，安拉苏巴哈的话他说就停止或者取消对使者算当中对他的许诺，不让非穆斯林统治他们或者屠杀他们。那么所以这里据本干传述说，安拉的使者算当另一段视频说，我担心的只是教族中诱人迷雾的伊玛目，战争一开永无宁日，就直到世界末日都不会再停止。当一些教众尾随多神教徒甚至崇拜偶像时，大谢就要来临，我的教民中将出现30个骗子，皆妄称为先知，我是众先知的封印者，之后再无先知。我的教民中有一部分人始终坚持真理，反对派不能加害于他们，直到安拉苏巴哈诺的命令降临。那么所以说，如果前面这些事情告诉人们的都是穆斯林将会仿效或者模仿多神教徒而崇拜了多神崇拜，那么这段事情安拉苏巴哈安拉的使者说也告诉穆斯林一个喜讯，不管时代怎么恶劣，不管人们怎么放浪，不管多神崇拜怎么放浪，那么始终将会有人坚持着真理，就伊斯兰民族当中真理都将不灭。那么这就说安拉的使者算到他们说，我担心的只是我的教子当中有人迷雾的伊玛目。何为伊玛目？就受到人们追随的人，或许那么有三种，一种指的是他或许是当权者，就领导有权力的人，或许他是学者，或许他是修士，也就一种就是当权者他有权力，一种就是学者他有学识，一种就是修士，他以功修受到人们的瞩目之后，然后来领导别人。那么这三种人不论是谁，当权者他可以用强权使人们迷雾，学者他可以因自己的私欲或者自己的对伊斯兰的错误的理解而使人们迷雾，而功修虔诚崇拜虔诚办公的这些人，虔诚崇拜阿拉苏巴哈的这些修士，那么也同样会因为自己的贪婪或者名誉而使人们迷雾。那么说这种人是安拉的使者算到他们最担心的三种，因为他们一个人一旦迷雾将带来一大个群体甚至一个时代的迷雾。所以说伊玛目阿哈梅德曾经说，假若我有一个杜阿以是安拉苏巴哈诺应答的，那么我必定用他来为当权者穆斯林的领导去做祈祷，因为只有他们优秀了伊斯兰民族才会优秀，也就是说只有穆斯林的领导一旦堕落了，那么整个伊斯兰民族都将会随之而堕落。那么这三者说，我担心的是教族中诱人迷雾的伊玛目。那么说三者当中都会有人，当权者、学者和修士，那么三种都会致人于迷雾。所以安拉的使者算到他们在前面当中一个真正共同理解，那么两段事情当中共同来理解，那么使者算到他们就提到了很多的伊斯兰民族会遭到毁灭的塞百步，或者说穆斯林部分穆斯林遭到毁灭的。第一，那么他的第一个塞百步就是他们直接相互的分歧，就自己的相互的分裂自相残杀。第二，那么始终一旦出现了致人于迷雾的这些领袖、这些领导，就导人迷雾的领导，那么这两个原因就是穆斯林毁灭的根本原因。第一，他们自相残杀；第二，他们当中有了出现了致导人于迷雾的这些领袖，不论他是当权者还是学者还是修士，那么这三类当中任何一类出现都会导致很大一个群体的穆斯林遭到了毁灭，或者信仰上的毁灭。说战争一开永无宁日，就一旦灾难出现那么将永无宁日。当一些教众尾随多神教徒，那么这指的是两种尾随，一种
但他们放弃了伊斯兰的家园而投靠了多神教徒，与他们生活在一起。第二种，当他们放弃了伊斯兰的判断方式、伊斯兰的行事的原则、伊斯兰的教导，而以凯菲尔的教导作为总裁的时候，两种都在内。也就当一些教众尾随多神教徒，那么有的人是形式上的尾随，他生活在穆斯林地区，他不愿意，他认为落后贫穷，他认为如何如何，所以他自愿放弃穆斯林家园，然而投靠给多神教徒，与他们生活在一起。那么这种人也是尾随多神教徒。第二种人，他放弃了伊斯兰的教导，他的形式合法与非法的判断等等，都用多神教徒的教导来进行判断，有什么事情可以做不可以做，什么事情能做不能做，应该怎样形式合法与非法等等，他的 hukum 就都用这样来判断。那么两者都算是尾随多神教徒。一旦这样的事情你发现，那么现在来讲穆斯林非常非常多，要么就是有的穆斯林生活在穆斯林地区不满意，要去投靠多神教徒，投靠卡菲了，放弃了自己的穆斯林家园，放弃了每天可以去崇拜阿拉苏巴哈诺特拉，然后要在多神教徒当中混居。另外一种就是他虽然生活在穆斯林当中，或者也不在穆斯林中，但是他的思想和观念仍然完全按照多神教徒的教导来判断，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非法的，他不用古兰经进行判断，不用顺带进行判断。那么两种都在内，所以这种阿拉的使者算了，尤其警告那些放弃穆斯林的生活环境而跟凯菲尔生活在一起的人，那么尤其警告这样的人，阿拉的使者算了说，谁与多神教徒混居混杂居，那么他就与他们，他阿拉的使者与他无干。就阿拉的使者说，我与那些与多神教徒杂居的人没有关系，就我跟他无干。那么就如果说你是生活在这样的地区，那么要求你尽全力迁徙往有穆斯林的地区。如果你是生活在穆斯林的地区，而你又投靠了多神教徒的地区，放弃自己的穆斯林家园而跟凯菲尔生活在一起，那么就是最终大罪中的大罪。因为你会让自己迷误，会让你的家人迷误，也会让你的后代迷误。那么从此以后，你的整个家庭、你的后代、你的儿女、子孙子等等等等几代以后，都会从此会没有了信仰，没有了教门。那么所以说，很多现实当中很多人所谓的进步的或者说富裕的一些穆斯林，那么搬到城市当中跟凯菲尔居住之后，那么事实更能说明问题。他们不管怎么虔诚，他们的儿女身上已经看不到一星点穆斯林的痕迹。有的人在我城市里面生活十年，他的儿子没有听到过一次班课，没有参加过一房主嘛，从来不知道世界上有一个地方大家每天都要来礼物吃拜，不知道有这回事情。那么像这些罪恶都是父母远离了穆斯林地区，然后跟凯菲尔生活在一起，导致说当一些教众尾随多神教徒，甚至崇拜偶像时，大限就要来临，我的教民中将出现三十个骗子，皆万乘为先知。那么阿拉的使者算了，还在世的时候就出现了穆塞勒的卡扎布，在也慢慢出现，然后也门出现了阿斯瓦德阿莱安西，然后出现了图莱哈等等的很多人。那么其中穆斯勒姆图卡扎布，那么在圣明子时代被杀死，那么这个时代由哈里布努瓦利德带领军队在也慢慢战役当中与他们厮杀，这是伊斯兰历史上最残酷最惨烈的一场战役，就是在这次。那么这场战役当中大多数穆斯林都被杀死，也同时处死了这个穆塞勒姆·克扎布，就是自称先知这个人。然后在也门又出现了阿拉斯瓦德安西，也自称先知，然后出现了图莱哈。但是后来图莱哈慢慢的到了晚年，他忏悔了一段时间之后，那么他重新成为了穆斯林。那么到现代也同样，在几十年前在巴基斯坦出现了乌拉姆·阿哈曼德·嘎迪亚尼，那么这样一个人叫名字叫乌拉姆·阿哈曼德·嘎迪亚尼，自称阿拉苏巴哈诺特用英语给他降世的启示，比古兰经还要优越。那么但是这个人出现之后，那么在巴基斯坦和印度一带出现之后，那么人们在他的那个地方修建了一个大清真寺，他们的信仰里面当中说，只要能在这个清真寺礼拜，胜过到麦加去朝觐。也说这个人自称先知，然而他的节目是什么呢？大家不要以为这个离大家很遥远，在现代后来这个学派慢慢或者这个异端的库弗的思想慢慢的流行之后，遭到了伊斯兰世界所有的学者那个时代的包括现今的所有的学者的一致认定他是卡菲尔，就所有的学者都称为整个思想学派整个流派都是卡菲尔。那么从此遭到了驱逐之后，那么这一伙人这个人就很多人就切出了巴基斯坦印度跑到了英国，那么受英国殖民主义的保庇护之后，
一直以他自称先知的身份。那么他所印刷的古兰经，大家很多教经手里面都有，翻译的人叫周中西，把他的这部古兰经，他所谓的古兰经翻译为了汉语古兰经，任何人只要想要都可以领到。那么这个人的思想主要就是来源于阿哈曼德，乌拉姆阿哈曼德嘎迪亚尼，被称作嘎迪亚尼学派，所有的穆斯林的世界的学者都一致认定他是喀菲尔。那么他是喀菲尔，所有相信他的人也是喀菲尔，跟随他的人也是喀菲尔，因为他已经完全背离了伊斯兰的原则，他根本就不是穆斯林，就是说不是伊斯兰。那么所以说到现今为止，大家不要觉得离得很遥远，很多纯理性的思想慢慢慢慢的已经通过他们的这些途径变成汉语的一些书籍或者所有的古兰经注释，慢慢慢的深入到了中国。有的人是直接公开宣扬他就是真，这就是真理。有的人是受了他的影响之后，那么他的书籍当中会有一部分这样的思想，一部分这样的言论透露在里面，符合他们的思想。然后这个乌拉姆阿哈曼德亚嘎迪亚他的节目是什么，他做最后是死在了厕所当中，他上厕所的时候满身大便死在了厕所里面。你说如果他是先知，一个先知会有这么恶劣这么丑陋的节目结局吗？那么像安拉苏巴哈诺给他的耻辱就在今世，就让他有了人最耻辱的羞体暴露，满身都是大便的死在厕所里面。那么所以说这个人的话到现今为止，大家不要以为离自己很遥远，很多教亲或许都听过这样的人，都得到过这样的古兰经，所谓的古兰经翻译或者古兰经注释。那么其中有这样一部，也同样翻译者叫周中西，很多地方都可以找到。那么只要你要他们。